好，大家好啊！今日试玩一只游戏就叫中国式相亲啦，就是一个嘅相睇嘅一只游戏啊。好，我哋嚟试一试啊。咁佢听讲咧，其实都几得意嘅，可以使用20多个标签表达个人情况同期待另一半嘅条件。我呢啲咩嚟话？呢啲系我呢啲真人嚟噶啊？系啊 ，OK。好，我哋唔睇咁多，一嚟有啲咁特别嘅嘢，我即刻开始游戏睇下先啦。我本来以为可以揾到咧共度余生嘅伴侣，但我哋感情最后只系换来一句：我哋分手啦。有得有咩有配音添？跟住你是不会幸福的。跟住你系唔会幸福嘅，我爸阿妈话。你家的相亲会所现在根本赚不到钱。你屋企嘅俄语呢一个嘅。即系呢个咩咩介绍所嗰啲啦，根本赚唔到钱喎！原来我系咁样经营嘅，同你一齐指人咧挨苦啊！中意你啊，但系咧，我想否定佢哋，但系否定唔到啊！他们说不分手就跟我断绝关系，不分手就跟我断绝关系，我都喺间挽留定分手啊！分手啦，女人只会阻止我赚钱嘅道路。你选择咗分手嗰一刻咧，你感到咧如释重负啊！一直以嚟呢段感情咧，将你压到咧唞唔到气，冇咗自己时间同空间，每个月咧都会见底嘅余额。你话俾自己听，系时候结束啦。冇错，系时候结束啦。我哋又以钱为大局，咩嚟噶呢个？我哋就好似一个死尸咁啊！依家冇咗另一半，冇咗女朋友，即刻死尸一样播放。呢条路上可以俾你体验一下，感受一下自己一个不易嘅人啊！穷啊，振作起来，儿子，饮酒。O K， 仲要执咗只碟喺度播歌添啊！玩手机、玩游戏啊，又系睇下片啊，上下社交啊，得啊，翻屋企，唔好被失恋咧击垮。健身。O K。你嚟帮我经营会所奔跑，我准备休息一段时间，走出呢一个嘅死人，唔记得点读先呢两个字阴霾啊！到咗会所咧，揾你易购就可以啦。OK， 等我来。520火车站亲河路。咁你见到佢一啲嘅美术啊，啲画风都几过瘾啊！我翻到嚟啦，一切都冇变到啊，仲同记忆当中完全一样。哇，嗰只猫几过瘾，第一眼见到只猫啦已经。I kick 蛋糕，我呢度可以俾我自己行啊，可唔可以同家人讲嘢？先去相亲会所睇睇，喂，一嚟就要翻工咯。喜欢唱跳 rap 篮球，难道走错吗？乜鬼嘢呢度？不能让会员获得幸福的相亲会所，哇，太让人失望了。你们这是什么会所呀？呢间会所咧真系一嚟见到一啲奇奇怪怪嘅人咯。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找到对象的。哇，呢个就系我哋要继承嘅铺头啊！发生咩事啊？呢度负责人翻嚟啦，即刻俾人围殴啊！准备。你就系咧新老细系嘛？我哋唔理我哋嘅诉求，随便咧派啲咁嘅垃圾俾我哋。什么保证三个月结婚，都是假的。呢个就系嗰个咩话？呢个就系嗰个老细系嘛？我算让我们等到你，说吧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假装呢个假装系邻居先一嚟，啊我隔篱嘅，你哋咧骚扰到人啊！实在抱歉，闹事的是他们。可跟我没关系啊！哎呀，我走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了。即刻扮傻啊！扮傻成功。哎呀，终于走啦！我外甥如果唔系及时出现，今日咧走唔到呢个门，走唔到呢个门啊！会所嘅经营，你嘅经营状况有问题啊！这件事，跟自己两手一挥，两手一挥将个烂摊子交俾佢。等我嚟。但真给会员匹配对象，我哪行啊？会所交俾你个，呢个欠交嘅租都交埋俾我，将会所卖咗佢添，可以。可唔可以卖我 ？OK， 卖咗佢啦。依家经济市道唔系咁好，你讲得有道理，卖啦。
受骗者被骗高达300万，冇留我啲钱啊！你再次收到关于疑佢嘅消息，已经系佢作为电信诈骗嘅受害者登上头条、啊。你想笑但笑唔出口啊！辜负咗阿妈嘅期待，佢冇闹你，回应你咧只有冷漠同埋无言，打算咧另起炉灶，继续坚持佢嘅相亲事业。而你咧，关于你嘅未来咧，得你先知道，已经爆咗机一开头，一身嘅心血点可以咧卖咧？有骨气啊！到时候 ，OK， 嚟啦，先将呢个会所打扫一下先。呢、這个会所 会太核突啊！即刻执执佢啦，大佬。扶起，哇！哇！仲要咁样自己打扫，真系老细特别麻烦。收拾书架，发现咗呢个笔记，有啲咩笔记啊？啊，该功能正式版私人使用。OK， 好，找易购倾一倾哦。下期账单啊，易购点啊？下条数9000银，点交啊？我哋不错。来，打开电脑睇睇会员嘅信息。我带你看看会所。咩噶？你现在点击再选择一个女会员。哇！可以拣佢哋，就可以安排他们相亲啦。OK， 可以拣佢哋男女咧，可以配对噶。诶、哎，你学得几快啊？肯定我教得好啊。不过会员咧，剩翻一个人啫。你得闲可以外面邀请一下佢哋。阿爸最迟到啦。OK， 我哋使唔使睇佢呢一度噶？定系佢哋已经喺度开始紧佢哋嘅沟通啊？我已经倾紧啦，系嘛？我哋冇理咁多，我哋睇一睇先。开部电脑 check 一 check 啊，有边个幸运嘅幸运儿？我有一个叫陈小林的人，他又说26岁要求靓仔和稳定工作， OK， 得冇问题。我们现在出去就专找这个陈小林的人。好，我们专找这个男同女，有没有得选择女仔的？好，怎样找人啊？你得不得？高锦浩交谈一下先，感到迷茫、哦、依然希望找到一个伴侣， OK， 先邀请他入会啊。邀请会员是获取金币的主要这个来源，打出手中的卡牌说服他们，这个是你的策略。哇，还有卡牌游戏，当对方愿意直达满标就可以成为你的会员，并且哇交会费，无论成功与否都会消耗时间和行动力。 OK， 即是这个技巧啦。话术是不是提升 4.2 元，增加60点会费。OK， 先派出呢个最强嘅牌系咪？跟住呢个咧，提升6.2元，重新思考，我可以加会费嘅。老实讲，诶、哎，几好啊，抌晒出去先，减少60点会费，你真系未瞓醒就唔得，增加60点会费会点啊？哇，真系有得加、啊，我可唔可以一路系咁抽，一路系咁抽嘅？我冇啦，最少啦，不为所读。Oh no！ 先生，等，我哋可以再倾倾嘅，再倾倾。OK， 所以呢一个就系代表佢嗰个体力啦。简单啲嚟讲，我先增加会费，唔好讲咁多，跟住随机提升呢个意愿值，再加个开场白。开场白最尾先讲。好，总之抌晒上去就啱噶啦。其实老实讲，嗱，最后得翻2点啫。嗱，呢个减60会费我哋就一定唔得㗎啦，冇可能減60，太多啦。OK， 咁就搞掂啦呢度。好，成功入会240元，咁啊袋落袋啦。同我哋嘅小林达唔达标？别太矮，肉腿稳定工作，无业游民啊呢条友。点解唔可以睇埋佢哋讲嘢嗰啲㗎？好，我哋跟住揾下其他人啦。同埋我发现呢，如果佢系一个，咦，呢、這个咪可以邀请？哦，佢如果可以邀请咧，下面有个圈嘅，好，我邀请下呢一个女仔。好，会费系1元都唔使减啊，只能加，唔可以减。好，会费呢度可以唔使加，再加我惊佢唔得啊！大镬，大镬，要减2次会费，冇啦。邀请佢入会啦，又抌晒上去先。我想知道，如果我唔刷新，系咪唔会扣？我都系要我自己揿。OK，
我而家仲有9点啊，可以继续去住先。81，嗱呢度将唔好揿啦，因为扣紧。嗱呢度啦，跟住加6，啱啱好。OK， 啱啱好，240蚊会费就成功收纳咗一个嘅女会员啊！哇，黐孖筋啊！碰瓷失败，哇罗语言哦、啊，邀请佢入会呢位美女，睇下先。首先就增加啲意愿先，跟住增加会费呢一步咧，我觉得应该都系必要啦，冇可能唔增加噶。跟住就可以重新思考，跟住再加再抌。哎呀，大镬！玩完啦又。哎呀，喂，再嚟个，再倾个，再倾个。唔系啊，小姐，立真啲先啦，有好处噶，有你着数啊。我哋嘅会员好高质噶。OK， 嗱，我哋用翻原价俾你啊，睇先呢度，喂。好似多得滞喎，依家四格，我哋重新思考。哎，可以加会费喎、啊。哎呀，几好几好，240蚊，又多个女会员啊，获得新嘅卡牌喎、啊。哦，我可以砌一啲靓嘅卡牌喎、啊。哇，一嚟邀请条友可能成千银会唔会可以？喂，点解全部都系女仔嚟嘅？喂，真系、啊，点解搵亲都系女仔嚟噶？冇男嘅邀请到啊！点解行出街全部都系女仔噶？十光书店，喂，男会员咧都系等我自己上场得唔得啊？喂，主角唔系啱啱分咗手咩？自己填自己资料入去得唔得？广场舞大妈呢、這个突发事件音乐不要停、啊，因为呢一个大妈咧系咁跳呢啲广场舞，嘈乱巴闭，一齐跳。啊！呢、這个咩啊？本著咧，说不过就加入啦，发动咗自己嘅电动小摩打，被你嘅性感舞姿征服咗，纷纷攞出自己个女嘅想要介绍俾我。喂，系咪啊？介绍俾我 OK 啊？我介绍佢入会。呢度有条友嘅，喺度执屎系咪？啱啱就想走过。许愿币，汽车之家今次有啦啩？唉、哎，终于揾到一件啊！程子豪啊，哇，个样有啲奇怪，邀请入会。OK， 先嚟个开场吧。会费呢就唔呢度可以咁样抵消翻，我哋咁样抵消翻啦。好，去思考。嗱，仲有5点，我哋可以重新思考。哎呀，冇得加会费，咁冇办法啦，唯有含泪邀请佢入会啦。好，之后咧我哋就翻翻去啦。哎，呢度配对完毕啦。成地星星嘅，点解杀咗佢啊？杀人灭口，定系成功咗啊？应该系成功咗啦，我觉得。好 ，OK， 未接触的人，我的帮手、啊。OK， 我哋睇睇啦。哇，年入100,000啊！你需要，我睇睇先啊。我有稳定工作，漂亮标准身材哦、啊。佢纤瘦系唔得噶。OK， 咁我哋试下。這個呢、哎這个可以、哦、年入100,000独立住宿、哦、咁好呢，可不可以自己私下立咗佢？肉腿别太矮，有冇一个完全两个都唔 tick 嘅、啊、我哋试下两个都，即系试下一个一个 tick 算啦、啊、我哋唔会俾完美标准嘅，因为俾完美标准俾你呢，我点样搵食，点样赚钱 ？OK。先配对一个呢个陈小林同埋高锦豪，啱啱喺门口揾嘅无业游民啊，靓仔嘅，但系咧通常一个人咧好难做到完美嘅，你需要佢靓仔咧，但系咧冇办法要求佢一定系工作系稳定嘅 ，OK？ 嗱，男嗰边都系啦，虽然佢唔系矮啊163啊，但系你唔好要求佢有肉腿 ，OK？ 安排你两位啦，好，跟住到呢一个嘅，哇，你两个系绝配噶喎，年入100,000，独立住宿，标准身材又漂亮。帅气标准身材程子豪、啊、我哋一样都系唔会俾咁高完美度俾你嘅。OK， 就你哋两个啦。哎，唔好意思啊，罗小姐，而家暂时未有未有呢个合适嘅对象啊。哇，已经有系咪倾偈已经有差距喎 ？OK，
冇办，我哋呢度冇办法睇佢嗰啲对话咧，感觉呢度未够好啊。如果可以嘅话，就做好啲呢度。你好，有人在吗？哇，叶轻雨，欢迎啊，好美，他好美，啊、好感到增加。你应该是老板的儿子吧 ？OK， 老板个仔嘛，正式认识一下。叶凡呢度系房东喎，收租嘅原来你嚟。大镬！他跟我说离开的这段时间，儿子会回来接管会所。啊，不，虽然阿姨对我……啊，对了，房租的事情。我要交租喎，心里一惊，立即意识到咧，身无分文咧，冇办法交租喎，大镬！诉说苦衷，诉说苦衷，你都知啊，经营唔系咁好，冇咩钱啊。现在每一笔咧都精打细算，冇办法交租住，咁点搞啊？佢又翻嚟啦。小雨啊，哦唔系，我系阿爸喎。收个房租。爸爸，会所这边又有情况啦、啊！呢度冇俾家人工，嗰度咧资金链断裂，大家都唔容易啊！但系咧，我哋咧交租噶，冇租收点搞啊？我哋你要习惯呢啲收租嘅生活啊！唔该，你讲啲咩啊？日日都净系识读书啊，读咁书有咩用啊？爸爸，小子，俾唔俾租啊？唔紧要，我之前咧外面打拼啊，争咗咧呢一个房东半年嘅房租，之后发咗达直接俾咗佢两年啊，外加一套房啊。唔好交租唔紧要，但系你要俾我睇下你有冇啲实力、啊，至少等我睇咧你嘅投资系有回报。抱歉。试试看说服我爸爸，我要说服佢阿爸喎。OK， 呢啲情况会发生到一啲说服他人嘅对象嘅。OK， 进入呢一个说服模式，利用或者克服呢啲状况，会达到咧事半功倍嘅效果。无论说服成功与否，都会消耗时间同埋行动力。哇，系咁消耗我啲嘢喎，消耗。哇，好嬲啊，劲嬲啊，佢做咩啊？啊，哇，已经要车系咪？又要车又要楼喎、啊。哇，劲嬲佢两个，系咁啦，边有咁完美嘅人啊？如果唔系你边度嚟下一次嚟啦？哇，又有手牌嗰啲嘅，佢嘅底线就系冇谂住唔交租，提升意愿嘅卡牌效果降低，开始说服同埋重新思考后咧，将一张附和叶轻雨嘅加入手牌嚟试下。哇！呢、這个咩啊？增加会费呢度都关事嘅咩？开场白，即系我呢度交租要俾多啲。如果是会费卡提升30点，即系可以咁样俾佢，咁样俾佢，再咁样俾佢。OK， 轻松。唉，靓仔估唔到你咁唔容易啊！阿叔睇好你啊，之后咧飞黄腾达，租吧，慢慢交啦。唉，老一辈应该支持你哋年轻人，依系你哋嘅时代。好厉害，虽然我也帮了忙，诶，关键还是你的吧。多得你智慧成败咩事啊？恐怕我也只能帮你这一次。好啦，佢仲去书店喎、啊，账单同埋还款啦、啊第二周开始就要还款啦，而且咧每周固定嘅，其他嘅信用消费咧会使呢一个金额增加。超过咗咧就会变成预期会额外俾钱会收息喎、啊，如果到期买咧就唔系罚款咁简单啦。OK， 有边个啊？搞掂未啊？喂，你靠唔住喎、啊，大佬，搞掂啦、啊，但系你靠唔住喎、啊，阿叔。仲有最重要嘅咩噶？有一个咩约定俗成、哦，要已婚先可以令人说服、哦，必须找紧时间揾个对象。你帮我介绍过嚟得唔得？照片准备好咯，哇！哇！呢就系我哋要做嘅主线系嘛？喺会所门口等紧，即刻准备开始啊！哇！原来一路都未玩到主要剧情，我仲谂住睇下人哋我配对嗰啲添，原来我自己都要玩呢啲啊 ！OK， 嚟睇睇啦，朴兴宇系啊，朴兴宇系嘛？啊，正在考编，28岁，处女座，浮动月薪，硕士学历，三次拍拖，冇存款，谂住买楼，父母健在，细佬刚毕业，相差5岁内。
市内有存款房，稳定增长经济收入，新能源金融提供情绪价值，俾到户户嘅安全感。喂，就呢个啦，面前嘅张相好似有啲差距，系咪照片嚟噶？唉，我唔嘥大家时间啦。有冇车？有冇楼啊？几多钱呢？仲咪关你十波事？你对彩礼这个事儿，唔俾彩礼定系俾钱就不俾彩礼？你这个人，你觉得我本人好看，还是照片好看？我可以拣熄灯好睇喎，熄灯好睇会点啊？你套结婚以后谁做家务？扫地机械人 AI 统治世界。情人节你一般都会做哪些准备？买花、买计生用品系咩意思？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都？我唔知，添加联络，喂，加个好友啊，加个好友 ，OK。佢觉得不合适喎，喂，点样可以合适啲啊？喂，重新嚟个，阿叔，再嚟个得唔得？调整一下心态，准备第二场。这把还没打完呢。呢个先系真正嘅人系嘛？尼可雷可。很会打游戏才行，我的相亲对象就是你吧？等不及了，全面荣耀启动。全面荣耀。什么？这都没玩过。不过如果是个菜鸟的话好像也不会。哇，是一个打击好犀利的人哦。毕竟打游戏在玩。我要我玩啊，真的。这么多人玩什么这个 game？ 又是手又是卡牌游戏、哦。初始血量越高速度越慢。两方相遇的时候血量更高会活下来。得啦，这些不用看啊，我望下就懂玩的了。这些。怎么啊？扔上去。Coin Go！哇，这个色，这个色都几相似下喎，这个色。开轮，滚石，帮我回一回开轮嘅血量。呢啲唔使问啦，必须系全部打前物。喂喂喂，喂入咗嚟之后就啊，呢条防线啊，即系越过咗呢个防线就当咩啊？爆破可以爆破，热血兵。紧急修复喎、哦！喂喂喂，盖伦，喂翻嚟盖伦，回一回城，爆破再爆破啊！呢角色 L L 啲角色嚟啊，阿尼呢个咩啊？牙叔盖伦喎，即系呢个系飞机图咩副旗喎、哦？盖伦中路出发，呢个系边个啊？呢个狗系？O K， 全部摆晒中路赢眼啊！出发出发，乜盖伦打死佢啦！斗士啊，已经胜出，太易玩啦！故意输系嘛？双体嘅资格、哦，睇资料先。游戏主播双鱼座上限很高，上限很高，确实啊，上限的确好高啊！以后话俾我听会有嘅黄州。咩租房、独生仔女、父母相全，唔要太老，游戏打得好，最好系主播或者美食行业，像公主一样、啊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妮可。平时喺隔篱兼职打工，第一次俾你。是我亲手做的，必须吃掉。关于兼职，妮可好奇怪名，我哋个真名。是当然啦，我的本名就叫妮可，没有别的名字。你个头发系 cosplay 嘅，天生就系呢个头发。天生就是这个颜色。打咗两份工，一边做主播，一边做咧弹弓铺做。怎么样？做主播入不敷支，只好咧喺蛋糕店做兼职喎。那你应该要求很高吧？比如说，必须系九头身、长腿大美女啊！喜欢你这样勇气成败咩意思啊？你该不会是专门说给我听的吧？那你对那种喜欢游戏，我老二次元啊！我哋可以完全。完全是附和他的、哦、是吗？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女朋友、啊、你是在跟我都不知道，我还要去蛋糕店打工，有什么事的话可以去蛋糕店找，拜拜啦。 OK， 我们又收纳了一个会员，是不是蛋糕记得吃，吃完之后会恢复活力，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撞到的女主角。你觉得这个女孩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女孩怎么样？感觉好尴尬，好似做紧任务咁啊！佢哇，再有啲新噶，唔好忘记招揽会员啊！听讲越嚟越有名气啊，会有更多突发事件。姓董啊，有个口才好嘅人、啊，虽然佢早又唔早，好似结咗婚。
喺公园度走嚟走去，好记得啦。唔好讲咁多。说好了，不许放鸽子啊！首先恢复行动，你可以瞓觉，跟住咧亦都系休息嘅，亦都可以翻去瞓觉。OK， 我老董啊，听我冇错啊，生意几时呃过咧？有钱齐齐搵。哇，佢做乜走过嚟嘅佢？一段时间过去，你哥上次嗰件事咧，同你做掂啊？鹅蛋电话系咪佢？哇，倾咗几耐啊？啲时间。方家的公子咧唔靠谱啊，中意细嘅回头介绍过俾你，我仲未倾完啊，咁多电话要打嘅。董叔你好，啱啱打电话咧，睇你喺度望咗好耐，你又拣啲咩啊？嚟向董叔学习嘅。小妮子嘅仔嘛，开呢个相亲会所。当年我喺度咧捞得风生水起，搵到咩事啊？想出山啊！唉、哎，你听到啊？一阵咧八个电话，投资咗啲小买卖，每日好忙啊，所以出山都系唔算啦、啊。你几有诚意，当年因为搵女朋友加入相亲会所，估唔到咧误打误撞成为咗优秀嘅员工。你觉得系凭咩成功？天赋，一定系天才。边有咁多天才啊？我凭嘅系真诚。你要表现得好真诚，先会咧 相信你嘅。可以收你为徒喎，要有流程喎，有啲咩流程啊？要一个玫瑰花，我哋得闲再俾你啊。哇，哎呀，撞到我神龟度，有廿秒时间，廿秒时间冇得跑啊，黐筋啊！社交有啲咩社交啊？哦，社交就系佢哋两个。喂，边个 bit 我啊 ？bit 咩啊？五二零，哇！再撞得会死噶，有啲惊喎。我可以入去呢度，哎，就系呢个啦 ，Nico 数据中心。啊，这个该死的播放量！啊，欢迎光临。咩播放量啊？没有啦，我可是很认啊。你是隔壁相亲会所的老板？你说的相亲对象，你可一回来就向我提起。哇！胡说！你得意喎，呢个漫画老实讲，佢呢个体验版其实都几多几多内容啊。别介意，这孩子，喂，我都听到了。好了，你想吃什么蛋糕？饮品我们这边都是现做的。怎么又完蛋了？呢个账号一世都做唔到噶。花咗一晚先剪好嘅片啊，全部都系全民用全民荣耀嘅。咩？五杀嘅片系嘛？发出去六个多小时，六个多钟咧，先得一百个人。好不容易有一条评论，纯路人，就我一个人感觉博主的声音很假、很恶心吗？真是，气死我啦！我两个都系，两个都系咩嘅喎？赞佢嘅喎。冇俾佢影响啊！个声好好听啊！不能不被影响吗？唯一一条评论，还有逐一回复。他本就不擅长这种事。原来你都对了，你是相亲会所的老板，这次就让你来。吓、啊，我嚟回复啊！大家想看到的是真实的我，就这一次嘛。好吧，你来回复刚刚那条。等我嚟回复系嘛 ？OK， 等我嚟，等我嚟，应该点样回复？一键三连加关注，狗叫什么？铲平拉黑、啊，狗叫什么？即刻一嚟开波，中意睇就睇，唔睇就走啦！喺度狗叫，真系走咗。似乎太过激进了。我问尼克，你要不要？要尝试其他类型。我只会打游戏啊。情感 ，OK， 情感，情感点啊？一句说话咧，令男人为我花十八万。这个是你比较认 cosplay 怎么样 ？cosplay 啊？感觉是真的吗？哇，好感度有加，我乱咁答都有得加。不行，真的没有吗？一点也不着急。我哎呀，张你你说什么？听说等你可下班什么？不用怕 cosplay 服哦。队长那边我会应付的。他也跟你一起去吧？对，我们就在商场汇合吧。哇，咁多剧情嘅，好，之后就睇下佢最后会点啊。好啦，嚟啦，咁啊，剩翻十分钟啦，我哋睇下佢之后会点样发展啊呢度。OK， 佢哋走啦。哦，佢有写嘅，有写成功定失败嘅。
高锦浩同陈小林已经失败了，一地垃圾、啊，即系佢哋失败嘅话就一堆垃圾啊！我可唔可以睇翻我嘅会员？哦，所以佢嘅会员都仲可以咩嘅？都仲可以配对嘅。OK， 有啲遗憾地咧，就系咧佢冇办法可以。哦，所以其实一个 tick 都有机会中到嘅。不过比较遗憾嘅就系冇办法睇佢啲内容咯。如果有办法睇佢少少内容都好，燥焰啊！其实呢一只 game 咧，佢啱啱我讲到嘅，佢个趋势咧，好似好多女仔都系要去啲咩介绍所。呢、這个系咪反映咗呢个中国嘅走势，就系越嚟越多女仔单身系咪？男仔系好难揾到嘅，系啦，呢度医院两个女仔，我头先系去咗唔知咩车铺啊，先揾到一个唯一一个男仔嘅，同埋一个失业嘅人。咁啊，暂时试玩住呢度先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，咪再留言同我讲啦，我再睇下玩多一少少内容俾大家睇下。咁今次呢个试玩就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睇下再玩啲咩嘢嘅试玩啦。